锦昭拜见上古神尊。锦昭，你可是目光无患之女，白绝新娶的那位夫人？是。我沉睡万载，对仙界的事大多不清楚，是已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。锦昭已满两万岁。两万岁倒是不小了。本尊问你，你是否像你父神一样执掌三界，造福过苍生？不曾。那又可曾开宗立派，似东华一般桃李满天下，为三界略尽微薄之力？既无尊荣之德，又无居功之能，你凭何来求见本尊？难道只因为你是区区天宫公主的身份？你难道不想知道这孩子的身份？他的母亲是少儿。母神，元启，刚才是谁打了你？母神，不换，本尊念你是天后，给你留些脸面，请你回去之后好好教导自己的女儿，莫要再犯此错。母神。